家好，我是北捷特派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搭乘捷运带大家前往热门的打卡景点四四南村。尹晨去过眷村吗？没去过哎、欸。没去过，那今天我们带你去。今天呢，四四南村还有园游会，在一个古老的眷村里面，还有新的文化，带大家去看最新的艺术作品跟文创小物。那我们就前往四四南村吧，走吧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到了四四南村，那、这一站从台北101走过来大概只要三分钟，十分钟，三到十分钟这样子，走超久，好，很少都多少，三到十分钟左右而已。而且这一站附近很多啊多啊，可能这附近是101，大家都把这里当一个特殊的景点过来打卡这样，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过来这样逛一下，打发一下时间也没办法。好，那我们带大家去看旁边的一个园游会，好像很棒，走吧。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学生的文创园游会，然后我们这附近也有中国大学的学生来办展览，然后他们有很多新的文创作品，然后不止中国大学，中国文化大学也有其他大学生办的摊位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带大家一一去看有什么文创商品是可爱又好看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你先拿，拿。免钱。这个也可以算一个账号，那我收集到就有了。我们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弄堂文学系4年级的学生，这是我们办的展览，然后有很多摊贩可以去逛，像是市集、手作、枪链都可以逛，然后后面有留言板可以给大家留言，有空都可以来哦。力量热高，开个板，转着板。太水了！大师们还来，你要出多少？北捷特派员在逛完一整圈眷村也迎来了机会，那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去更好玩的景点，拜拜。
被骂了，被骂了，在被乱做事。哦，结果被骂了哦。公共文化大学的学生来这边办文创商品啊，大声一点。我来了，我们北捷特派员在。为什么你爸爸会过来？我们要去吃饭。我们去吃饭。那你要穿这样吗？好、啊，会员者，拿走。我已经不是我的我。我已经不是我的我。我去查一下，没有。